家好啊，喝多已久啊，咁今次就上海之后啦，第一个 CBT 啦，其实都系紧接下一个礼拜，咁啊就系嚟紧嘅东京 TGS 啊，咁啊而家就已经系星期五，咁已经喺香港国际机场啊，准备出发到 TGS， 咁啊有啲可惜啦，咁我行程太紧密关系咧，我星期五先到嘅，咁但系咧其实今日咧星期五今日咧就有一個3打3嘅邀請賽，咁係有香港隊份嘅，咁啊成員有 Human Bomb 啦，有 Chris Wong 啦，有謝四啦，四個啦，好啊，咁啊先喺度希望佢哋順順利利啦，贏個冠軍翻嚟啦，祝佢哋好啊！咁啊，終於到日本嘅成田機場啦，我啱啱先落嚟，我先知咧，我第一次嚟東京係成田嘅，因為我未試過喺成田出，咁變相咧。我都要問一問咧，點樣可以去翻市中心？咁啊，已經嚟到呢個 Skyline 啦，上個車啦。咁啊，啱睇過下啦，就係個 Skyline 啦，個入口嚟，即係 Nippoli 站就可以去翻山手線，咁山手線就好簡單，都好快就可以去到西門。咁啊，幾經波折啦，終於到七號葉園啦，其實都好快嘅，搭 Skyline 之後就去到任務里啦，任務里就轉車就其實都係10分鐘左右嘅山手線就可以到七號葉園啦。咁啊，感謝 Talon Esports 啦，咁我嘅戰隊啦，又 book 翻呢次我上年都係住呢度嘅 APA Hotel， 咁啊好近七號葉園車站嘅。咁啊，去千葉都係1個鐘左右啫。咁啊，因為千葉唔近市中心啦，叫做咁啊，其實都好快啊，終於到啦 ，APA Hotel。咁啊，嚟到秋葉原更加旺嘅呢邊啦，去匯合翻我哋 Team Hong Kong 啦。咁啊，好多人咧就喺咧我哋秋葉原有一間好出名買一個街機製配件，好似。搖杆啊 ，joystick 啊，好似啲掣啊，就算 game finger 啊，三毛啊，好多嘢都有得買嘅，出名嘅千石電器，係嘛嚟到啦，呢間就係千石電商，咁啊，傳聞咧入邊咧，其實咧就有齊咧好多唔同嘅電器啦，當中就包括咧一啲joystick。buttons 所有嘢都有得賣嘅，好出名嘅一間鋪頭。咁啊，原來就唔係啱啱過千石電商啊。咁啊，俾我個好隊友 Dennis 就呃咗去第二間。咁啊，嗰間咧啱啱睇嗰間就完全咧就唔賣呢個搖杆嘅掣啊。咁啊，嚟到呢間細細地，呢間反而咧就最齊全啦。咁有好多電腦機板啦、掣啊，呢啲全部都係 Game Finger 掣啦，好多樣啊，超多超多。就準備執一執嘢，沖一沖涼，就可能要瞓覺啦。聽日養足精神就去打 Day One Pool TGS， 希望有個好結果。再見，早唞 ，Good night。